启禀将军，收到瑶光贵族的书信，那殖民果真在瑶光国中。好，慕容离果然把他藏在都城之内啊。这瑶光贵族此时送信前来，想必是要与我们合作。或许呢，我们可以一举将那瑶光也拿下。 那慕容离与知明交往甚密，留得他在，我便没有安心之日。要是能一起连根拔除，这天下岂不都归于我天权所有？如此一来，将军成为天下共主指日可待。好，那我们走一趟。是。 知明国主，本王要见阿离。知明国主留步。你拦我做甚啊？知明国主，王上他正在与大臣们商讨国事，不便见客。不如您先回去，等王上有时间了，属下再去请您。什么大事啊？本王现在就要见阿离。国家大事，属下也不敢参与，无主有命，谁也不能打扰。什么人都不见，连本王都不见？ 没见到慕容国主，说是在议事，谁也不见。可是本王又不是外人。慕容国主不见王上，或许是有些事情，自己也没想清楚吧。你是说，阿离故意不见本王？本王不信。真命国主，王上他正在处理政事，不便见。还没处理过政事，有什么不便的？ 阿离，本王今天来找你三次了，方燕他们一直拦着本王不让进。他们也是怕你会打扰我。阿离，你一定要出兵帮本王夺回天权。王上，你的伤可好了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伤不伤的？太傅和满朝文武的命都在那威将军手上，若是本王不去，他们就…… 人易急躁，便容易失去理智。喝口茶，静静心。就完了。王上还是没变。阿离，本王没有跟你说笑，你笑什么呀？知明国主，瑶光现在内部暗潮汹涌，不宜出兵。可是，阿离一定会帮本王的，对吧？ 若是能帮，我定会帮。本王就知道，阿离一定不会推辞。可是，不能帮。阿离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不会帮本王？王上，我可以收留你，以上宾之礼待之。可是。 现在瑶光不能出兵。当初本王帮你打天玄夺瑶国，只要是你的要求，本王从来没有犹豫过。为何现在本王有求于你，你却不帮本王？知明国主，你误会王上了。瑶光确实内部不稳，粮草不足，不宜出兵。之前为了救援你，那旧贵族势力与诸侯联合，在城中生事。此时若是出兵，天权能不能拿回且不知。瑶光，恐怕也要有大变。本王帮你的时候。 可没考虑那么多，王上。当时威将军并未叛变，天权内有太傅，外有威将军，你自然是。阿离知道，王上出兵是因为你心里有我，可我心中除了你，还有千千万万的瑶光百姓。我不听，王上。 天权大军到来，就在我国边境处扎营，不日便可攻上王城。那威将军叫人送来一封信，信上说：“你看着本王干嘛？快说呀！”那信上说，王上扣留殖民国主，图谋不轨，若不将殖民国主交出，便要攻城。